拿什么给人家吃？拿什么？没有，是不是被人忘了？啊，一颗绿色的，然后头是白色的。我是拿水果给他吃，树上的水果，台湾水果。我为了要照顾果农，对，所以拿水果。中国哎呀，对对对，中国哎呀，不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，果农真辛苦，所以我要照顾果农。摕水果给陈哥吃。沈哥许愿一下，你要吃什么？许愿一下，圣诞老公公，希望像我，现在能够吃到红豆饼。红豆饼吗？好，希望是，谢谢。沈哥买回来了，买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好热，等一下我就。啊，就小时候到现在。永远的那个木香味，销魂啊！好吃吗？要好吃吗？哎，慢点来，奶油的，这是奶油的，已经喝酒了，已经喝酒了。我知道了，它长得有点像那个独居老人，然后好不容易拿到，是送暖的，对对对，我们是那个寒冬送暖。张贝贝，哎，叫他吃，什么都不要叫他吃。这是红豆饼，可是好好吃哦。我要牛奶的，谢谢。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没有拉。盖棉被，然后明明他是垃圾。可以的话，垃圾也可以啊。来，喂，雨碧报上去，可以补垃圾啊，不好吧？补垃圾的啦。我就知道沈哥最坏了，补垃圾。等一下，还要补。你们外面的人在气什么话？对呀，你们好好坏哦。请过来演。走后来，我跟你垃圾。马上来。他补什么啦？补我们两个垃圾哦、喔。我会跟鱼垃圾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